别晃了，晃得老子心烦。哎，你别晃了，妹子，咋了？陈大哥，妹子，别哭啊！说，到底出啥事了？李营长，李营长呢？要被枪毙了。枪毙？ 听这瞎说的，外面的告示已经贴出来了，说立刻就执行。完了，明娃子要被枪毙了，你不高兴了吧？参谋，时间到了。 慌什么？昨晚上我们不是都已经翻供了吗？军法处长还向司令部禀告，重新调查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杀人他又不是杀鸡，哪那么容易嘛？啊，妹子，你真看清楚了？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大家要想想办法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 老哥，走，干啥去？劫法场，强也要把明娃子从法场上给抢回来。你们这是罪上加罪，知道吗？怕什么？他们敢毙，老子也敢把他们全都秃噜了。你怎么走？走走走，走。 军职，四十二营营长，新民，你的命。军职，独立营营长，直接。放，我愿望。
少将，老大，四大的百分。陈千钧一个，一将难求啊！老子还要给你点厉害尝尝，要狠狠的敲你一下颈柱，好好吸取教训吧，下不为例。是。希望我枪下留人的苦心，日后能在你身上见效。如果胆敢再以身试法， 就不用麻烦军阀处了，老子亲手毙了你个龟儿子！新师长官教诲，我一定谨记。您放心吧，绝对不会辜负您的希望。司令，我们怎么向二战区司令部报告？他们可是催着要处决结果呢。不是枪毙了关一鹏吗？咱们就历代桃僵，把关一鹏失手的照片和你的名的处决令 一起给他报上去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什么这？至于是他们一直在欺负我们，就不允许我们糊弄他们一次吗？就怎么办？明白。长官，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急什么吧？下午我要带团以上的军官到八路军总部去参观学习，你也要去哦。 去远去看一看，走一走。什么？他就给您拿着烧纸呢，管那么多干嘛？走吧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这位就是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的陈科长，敬礼，礼毕，坐下。今天就由陈科长给我们讲解作战当中的游击战术。我先讲两句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打仗靠的是什么？是武器。 日军有飞机、大炮，每一个小队就有一挺机枪。我们川军手中的武器，要是和人家比的话，那就跟烧火棍差不多了。八路军的武器和我们的比，那就差得更远。可是，自打开战以来，他们却能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我想，除了武器和英勇战斗以外，靠的就是正确的战术。在打仗过程当中，他们掌握了一套打击日军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，这就是游击战。所以，我要求你们在听讲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力集中，举一反三。 触类旁通，使之在今后的战斗中，我们能够加以灵活运用。陈科长，你可以讲课了。
谈不上讲课，权当一次学习与交流吧。川军远赴他乡，没有任何补给，忍辱负重，浴血奋战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敌人无数次疯狂的进攻。这充分体现了我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。但恕我直言， 战果不大，这非常的值得我们深思啊。我们的装备差，不可能仗仗于敌人硬拼，要善于运用智谋，巧用战术，扬长避短，才能有效的打击敌人。下面，我想以平型关战役为例，把我们八路军的具体作战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， 希望能对诸位有所启发。这是当时平型关战役的作战示意图。女娃子，老子一直以为你是个有福之人，哪晓得一棍儿也是个短命鬼。结果，哎，一棍儿子不准变鬼来吓老子哦！啊，我跟你说， 要怪你就怪你舅舅，是他没救你；还有一个要怪的，就是怪王瞎子，他怪跟你说爱求算了命，说你死不到，我也以为是真的呀。所以，没办法，我们要保老大，你千万不要怪我，女娃子，我又没得啥子好歹，我给你带了两瓶酒。 除了刚才提到的战术问题，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军民关系。我们的首长曾经讲过一个形象的比喻：老百姓是水，军人是鱼，鱼儿要溶于水，鱼水不可分。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与爱戴，我们的伤员就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和帮助，敌人的情报也会被及时的转送在我们手里。 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呢，这可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障。好了，就讲到这里，不妥之处，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。李队长，李队长。 说说吧，这次都有什么收获呀？听过人家讲的呀，我简直觉得咱们南京军委会的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，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着人家八路军打游击战呢？不是想不到，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，不可能去打啥子游击战。共产党八路军打游击战那是专场，所以他们打得得心应手啊。<笑>闹了半天， 你个龟儿子还是没闹明白什么是游击战呢？我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不就是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，打起软肋，攻其不备吗？对头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军委会那些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呐，他们怎么会想不到呢？我们是国军，是中国的国家军队，我们能够放弃一寸土地吗？ 虽然伤亡惨重，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向世界和国人表明我们抗战的决心和意志。我们和日军是有很大差距的，但是有一条，我们国土广大，人口众多，我们可以跟他长期的耗下去，他小日本就没这个资本。咱们打个比喻吧，就说打麻将，你一个小小营长和我打， 可能开始你赢，但是你赢的那都是小钱儿，啊，我的钱压都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你还怎么和我打？
这个比喻倒挺恰当的。国军不打游击战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防止逃跑。如果每一个逃跑的将领都以不惜一城一池的得失为理由的话，那这仗还怎么打？哦，您这说了半天，我们不是白听人家讲课了？哎，不是白听的。 我们把八路军的游击战和我们的正规的阵地战结合起来，就更有利于我们的防守。如果我们再把军民关系搞好了，那可就有他小日本哭爹喊娘的。报总司令，二战区急电，10000火急，要求我们立即派部队前往平遥进发。 歼灭占据平遥的敌军，扼守沁垣平遥一线，坚决阻止敌军继续南下。平遥方面有多少敌军？目前情况还不清楚，必须派先锋部队前往侦察探明情况。那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好，他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啊！哈哈哈，好，你马上回营地集合队伍，立即出发。是。嗯。上。上。上。 你狗日的何苦呢？我们几个从来没把你当兄弟看。你为啥要拿枪杆子护着我们这些王八蛋？宋哥活了半辈子，从来没欠别人的。这回你让老子欠了你一把，欠了你的救命之恩，你让我怎么还？ 院子，这狗子不是吓我们吗？他妈的，是人还是鬼？哎，给谁上坟呢？这个狗日的，你让老子们白哭一场，把你狗日的马杀了就不是。 来来来来来，以水代酒，敬一下。我就晓得，云长啊，那是福大命大哦。哎，那后来呢？哎呀，想知道啊？后来总司令就让我到八路军的总部，我们去观摩学习去了。哎呦，还去了八路军那儿了？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？ 赶紧叫集合，咱们得去平遥执行任务。哎，快快快，这平遥干啥子啊？啊，走了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一连集合，集合。老少爷。 帮帮忙啊！多谢老少爷呢。到了到了，我回国家到了。走，走。我说，马上把灵棚拆了，让太君看见多不好看呢。拆。 出完病就拆，哎，也怪我这大表姐呀，太不识相，就那么在乎几个臭钱。那太君想吃几斤牛肉，那是看得起咱，还要什么钱呢？这女人呢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不是你一大老爷们儿也不知轻重啊，拦她一把呀。我当时下乡收牛肉不在家，她想着。 你不是替太君当差呢吗？怎么能？看看看看看看，又是妇人之见不是？那太君能听我话吗？要那样还抗什么战呢？我大嘴一咧，叫他们撤出山西不就得了？我还成了救国大英雄了呢。
千错万错，不该听你的话。你说的，只要当良民，日本人就不杀。可现在，你看看，还买得着棺材吗？得，少说那没用的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只怪自己倒霉。说句白了，早点入土为安。 没有良民证，咱们进不去。啊，回去，走。城里到底有多少鬼子？我们在城外问了很多人，都说不知道。而且戒备森严，必须要有良民证。没到其他城门洞，你看看吧。 所有的城门都紧锁，城墙上布置有鬼子兵巡逻。看，又来了一队鬼子兵。我算过了，每隔20分钟就有一队鬼子出来巡逻。看来鬼子不少啊。 弄不好没有多少兵力，他们这支局长声势，没有多少兵力能把平遥城给占了。这样不如回去引得胡子，咱们得混进去侦查清楚。咋混呢？看到那边出兵的了吗？ 对不住，打扰打扰。请问，您是住这个城里的吗？老总，想抢东西也得找个好地方，这儿只有棺材和哭丧吧。哎呦，您误会了，我们是来打鬼子来的。打鬼子？啊，骗鬼去吧。要不是你们见了鬼子就跑，这平遥能成现在这样？我媳妇儿能死得这么惨呐？哎，老百姓。 养活你们这帮兵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如养活一群狗，狗都知道看家护院。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敢胡咧咧？你再敢胡咧咧我，你打呀！你把我打死得了。你们也就是这点能耐，自己人，你们一个顶俩，见了小鬼子，你们都是野兔子拖生的。好心当的旅馆废了，平遥城打不成了，眼见着鬼子杀人放火吧，老子走了。 哎，老孙，行了，让他去吧。你又不是不了解他这个脾气。看样子你还算明事理啊，真想打鬼子，赶紧进城真刀真枪跟他们干，跟我们磨什么牙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鬼子戒备森严，我们怎么进去？那城里再戒备森严，你们手里那家伙是吃素的。 我们不是想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打吗？哦，闹了半天，你们是想打听这个？那早说不就得了吗？嗨，你老叔也是急脾气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说，你就骂上了。嘿嘿，这城里的鬼子呀，都住在城南，半条街都把守着，只看见他们人进人出的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。 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把你们的良民证啊借给我们用一下，我们呢也不白用，行吗？你们真想打鬼子？那当然了。
我正愁没本事替我老婆报仇呢。钱你拿着，等着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你的鬼主意可真够多的。多吗？聪明吧？这不也没办法吗？司令部急着要情报，我也是急中生智而已。你的两公块，你拿。哎，你这样，一会儿我就带妹子进城。那可不行，咱俩去，他不能去。我为啥不能去？别门缝里看人。再说我是山西人，比你们都方便。我知道，你不是伤没好利索了吗？我现在就好了。哎，你看，好了吧？你还别说，这小鬼子医术还真不错。真好呀！拿着，进城去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啊。走。哎，还没说什么时候还呢。您放心，我们很快就还给您。再说了，这仗一打起来，把鬼子赶走了，这擦屁股纸啊也就没用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我看，你们就是进了城也是白搭，你们到不了鬼子窝里头，怎么能了解他们的情形啊？那怎么办呢？算了，我陪你们一块儿去。哟，这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不是耽误您的事儿吗？不耽误。来福啊，你不能走啊。你媳妇还没入土呢，老姐姐，帮他们就是帮咱们自己，这也是玉娥的冤魂显灵，让咱们遇见打鬼子的兵啊。早一天消灭了鬼子，就早一天给玉娥报仇了。这儿的事儿，就托付老少爷们了啊。老姐，我走了，咱们走。我老婆娘家有个远房的表弟叫王宝山，在东街警所当副所长。鬼子进了城啊，所长有血性，组织了救城队，带着手下几个弟兄跟他们干。没想到让我这丧良心的表弟给告发了。来，不是，走，走，就在那儿。七八个救城队的弟兄全让小鬼子给崩了。我老婆也是太死心眼，就听信他表弟的鬼话，说是只要当良民，鬼子就不杀人。真不该听这个兔崽子的鬼话呀。对了，他现在在做什么？当汉奸呗，维持会稽查队长，成天带着几个死囚犯给鬼子当打手，抢了这金银财宝，全都孝敬主子了。这几个死囚犯也都是当初他抓来的，现在倒好，王八老鳖凑在一块儿，成了鬼子的哈巴狗了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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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进城，我随后就到。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！待会儿见了汉奸，你可别说话，满嘴四川方言，老子老子的，会惹麻烦。我知道了，妹子说对。不过，我想那个大叔是把事情想简单了，真能花点钱就收买那个汉奸。他们说那汉奸队长见钱眼开，只要给钱，啥都愿意干。我们可是吃过汉奸亏的人呢，不能这么容易相信那些卖祖求功的败类，得想个稳妥的办法。那你有啥办法？要不这样，咱们见机行事。卖香烟喽！卖香烟喽！哎，哦，石掌柜，久等久等啊！
仨就在这儿等着，我马上去找这个兔崽子，他来了就按我的主意办啊，钱不用你们操心，只要你们能替我报了仇，宰了这些小鬼子，我史来福就是卖房卖地也心甘情愿。不是，你等我等会儿，这个汉奸呐，当狗当惯了，狗性难改。万一您告诉他我们是川军，他反过来咬我们一口怎么办呢？只要他进了这间屋子，就容不得他张狂，咱们可以关门打狗。哎，这都是新开任的，他要是好赖不吃，敢说一个不字，就剁了这个贱货。哎呀，不是，您剁了倒是痛快，那万一这要是出什么事儿，那我们这个侦查任务不就泡汤了？那你拿个主意吧。不行就按这大叔说的办，咱们赌一把。赌什么赌啊？哎，我有一个主意。刚才你还说没主意呢。这不现想起来的吗？大叔是开什么铺子的？牛肉铺啊。对呀。快说，弟兄们还在城外眼巴巴等着呢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呢，买大叔一二百斤肉。啊？买我的肉？不是，您卖的牛肉。拿着肉，找吴茂山，这样一来呢，咱们不就是成全他了吗？只要咱们进了鬼子的灶房，咱们就知道灶有多大，灶有多大，我就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鬼子。这主意好。孙老哥就说过，你小子沾了毛比猴还精。去，不卖。要是把这些牛肉喂狗吃，也不给这些个杀人不眨眼的鬼子。嗨，大叔，这舍不得孩子掏不住狼，你就全当这肉喂狗了。行吧，行，就这么办。老四，要不？要不请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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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都不要，我可甩牌了，五连胜。哎呦！掏钱，掏钱，给，掏钱，掏钱，掏钱。给。我说你们几个呀，打什么牌呀？直接把钱给我哥不就得了？脱裤子放屁，白多一道死活。是是是，我的小娘子，钱多烫手吗？啊，他们啊就该输。这两个二球货，要没老子放他们出来，就一个个这副熊样，能跟太君当差吗？是是是，能他妈天天抢商铺盗银号？是是是是。啊，是是是，这才几天功夫，哪个屁股不肥的流油啊？啊，是是是是是，日本鬼子是我们的亲爹，您就是我们的亲娘。放你娘了屁！那日本人是你爹，老子不是你亲爹呀？是是是是是，他妈放城都不会。是是是是是，来来，八百，接着玩。好好好。队长，怎么着？太君有吩咐啊？不是，你表姐夫等会要见你。这色不星又来了，跟他说，就说我不在，让他赶紧滚。他是带着人呢，要给红军送牛肉去。哼哼，死了婆娘，这下活明白了啊！小娘子，我去出去一趟，替我接着迎他们啊。没问题。让他们是黄鼠狼烤火，爪干毛净啊！大兄弟，人埋了，埋了。我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，啊，真是的。大兄弟，我这不是挠心撕肺的，一直后悔呢。人都死了，说这些也没用。今天的牛肉不是我送的，是他们这几个乡下维持会。出殡回来的路上，我看见他们背着上好的牛腱子，就想给铺子里进点货，可他们死活不卖，说是维持会让他们进城给太君进贡的，跟我打听太君住哪儿，我就把他们领到你这儿了。等，别啰里吧嗦的，领我这儿，算是找对主了。哪个乡呢？老子问你话呢。哪个乡的？说呀，哪个乡的？他是个哑巴。
那你说哪个乡的？我们是哪个乡的都他妈是不知道啊，说不上来，老子就拿你们是共产党的担子抓起来。怎么了？傻了？王队长问你们是不是灵泉乡的？是灵泉乡的，灵泉乡。他妈听不懂人话呀！啊，他是个哑巴，你是个傻子呀！女来女气的，我他妈瞅你像个娘们儿啊！大兄弟，你没看，他们都是乡下土包子，头回进城，看你这一瞪眼，把他们都给吓傻了。看，走吧。你不领着他们进不去。把肉先存我这儿，回头我给太君亲自送过去，省着他们在太君面前丢咱中国人的脸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送里边去啊！老子不贪你们牛肉啊！回去告诉你们主事儿的，就说给太君送到了。这不行啊，不是信不过王队长，这牛肉不亲手送给小鬼子。嗯，哎呀，哎，你小子说啥？小子该死，敢叫太君小鬼子，好大的胆子，你他妈是活腻了。哎哎，大兄，小子错了，小子错了，刚入维持会，一时没改过口来，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不敢，他不让太君治了，扒着他皮，俺们死几来回。小子错了，王队长，我们就这样回去，也不好向会长交差啊。来的时候嘱咐我们，不光送牛肉，还要给太君献献手艺，做一锅香喷喷的武烧肉。是，你看，我们把洋芋蛋呢都准备好了。这东西跟牛肉混在一块儿，味道肯定好。是是是。我说，往后你得跟他们学着点儿啊。这几个乡巴佬，比他妈老子还会巴结太君。得了，念你们有这份孝心，拿上东西，跟我走。那我就忙去了。这这这，忙你。哎，走。现在的位置，谢谢。这个地方，咱俩这个往这儿。报告孙副营长，一连正在赶赴隐蔽地点埋伏。报告孙副营长，三连按指定地点就按命。嗯，好。你们叫起来顺利，我怎么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？叫孙大哥不就行了？孙副营长，孙副营长。拿了你要给我。明娃子交代过了，咱们今后独立营要成为模范营，他只这么说。对头，请长官训话。明娃子，明娃子，你到底听他的还是听老子？当然听老大。徐总，过来。明娃子进城没带枪啊，万一遇到啥子事情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是鬼玉儿子，他怎么现在还没有人影啊？想要彻底搞上明堂吗？得想个办法呢。爹他妈的又赔了媳妇又折兵，这是麻烦。到底去看看去。太君，太君辛苦了。太君，要紧。他们的。干什么的？他们，牛肉，牛肉送太君的密信。嗯，咕噜，嗯，嗨，进去。哎呦，太君，嗯，太君，嗨。
哟呵，王队长，又来进贡了。